这怎么还关不掉了呢？其实比较抗疼我们，我们比较害怕他。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平 A。你看他都没有遇到我，他跟我耗血，俺俩血一样多。你说恶不恶心？气力，沉默。我走位，哎，刺儿点烟，刺儿，我刺儿，中单狗头人呐，来一层塔皮，搞一层爆破。你的灵魂像是虚空的石啊，这皮肤是不还行？山海绘卷，先来个小反甲吧，把这刀锋不能没有减治疗。大哥呢，送点火箭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虽然我们今天双倍亲密度，有一个火箭就不错了。刀锋去中了，你们看着办啊！哎呦，这俩行啊，杀完还没死。我觉得大虫子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呢？应该设计成就是即使它变大了，那么它的技能范围也要随着它的体型而变大。我变得后老大的，我那 W 的技能那么一点，我那 Q 技能那么低一点，跟我那体型都不符。那不无敌了？那怎么就无敌了呢？那你体型变大吗？打吧妞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体力平 A， 这螳螂行，我吃，我闪现，体力，我怎么死的？我被点烟点死了。螳螂刚才给我跳远，不愧是我们虚空一族的人。
这波没大啊，先不跟他打。我这血量很容易让他一波带走。刺儿，刺儿，蓄力刺儿，别这样。这英雄伤害真高，盖血。该学我小智炎小反甲差点没给我秒了，就离谱。我先打个塔皮，一口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走位，好意。我们能回血，你能回血吗？你不能。我现在是。刺儿沉默吃，我现在是这么多蓝，这把我决定带个气定神闲哟，好惩戒啊！我沉默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我走位，掏不着，不要回头啊！现在谁回头谁傻逼。咳咳好贵哦，怎么会这么贵的呢？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呼喊。这样吧，完了，亚索要死了，算了，死死吧。因为这刀锋没了，他没了，他肯定剧终了。起立，刺儿点燃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吃，无敌了。不说别的，我说我无敌了，没有人有意见。有意见的可以给我排成一条长队，谢谢勇勇。嘿，我天，就你们俩还想杀我，我先补个车，不过再见。我走了。小龙，等我来吃小龙啊，兄弟，给我留点血。
来来来来来，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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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听不懂中文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听不懂中文？你明白中文流点血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画师。哎呦我起立，好意。起立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。不是无敌尔扛塔，还好。起立，刺儿沉默，你还往塔里头走，小伙子。哎呦我这个钉可以啊！我们扛塔来。沉默，起立，刺儿吃药，刺儿，刺儿，咱们先杀这轮子吗？把无敌人杀了，对，刺儿，沉默，起立，他不杀无敌人，我吃不到这刀锋。当然，这也是为了回敬他，小龙不等我，我们是讲道理的人。行呗，点烟刺儿，闪现呀，刺儿，沉默。应该先吃水呢。对。起立，沉默，艾黎皇子，别追了啊！我奉劝你们，还是不要再追。都起立，刺儿。快追呀、啊！起立！乌迪尔来了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那沙漠死神好像有点厉害啊！刺儿！这没办法，这可帮不了这。沉默一走，起立平 A， 还好我有印性啊！哎，螳螂死了，别急啊！起立，踩的刺儿，谁给偷的点烟？谁的点烟？啊！狗头人的点烟吧，狗头人的点烟，狗头人怎么带点烟呢？狗头人5-0啊，狗头人好像有点厉害啊。我聚酒呢，红宝石，这狗头人挺猖狂啊，我一看过来吃的，可恶的狗头人，你12级，我都没说我12级，你敢升12级？俺俩打一架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起立，刺儿，你别走啊！你马上给我变小，而我还是很大的，啊！你给我死！你给我起立！我看谁敢动，漂亮，我吃600。
沉默啊。我不狼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快往这边走，潘森，我起地，沉默，刺儿，那黄子怎么有个沙漏呢？哎呀，刀锋打人咋这么痛呢？马上我们聚酒了。我就知道我应该去打个红，这波还是狼了。我决定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能再狼了啊！不能再狼了，这薛飞是有点狼了。这刀妹跟个傻逼一样，你怎么骂人呢？你怎么这么没有素质？啊，你的素质呢？让我吃个红，打这个，现在不是吃红，现在是吃人。起立沉默，刺儿，行呗，起立沉默，刺儿，我打死狗头人，刺儿，三个打一个还被反杀，会不会玩？我刺儿，沉默，闪现刺儿，平 A 起立，平 A 刺儿，沉默。怎么打人这么疼啊？螳螂已经 S 大宝宝了，谢谢最好的唐纳德鸭的飞机，谢谢唐德鸭的飞机啊！不出重伤装备，这不重伤吗？这不是重伤吗？荆棘背心，拜拜。对面的阵容啊，马上就打不动我们。现在我的血量啊，哎呦我操！亚索起立了，他给我起立，我先吃个小兵，我们赶紧走过来，没秀了，杀漏。哎呦我黄子儿，起立，沉默，没助攻，给我扎死他，漂亮，哪来个刀锋，完了，上高地吧，狗头人还不回家，给我撞刺儿，沉默，起立，点烟，刺儿，养着他，把他吃了，起立，踩，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起立，完了，我们是弟弟吧？这。
人太多了，出个反甲，再出个啥呢？再出个狂徒。我出个什么装备可以变得无敌呢？现在还不是那么很无敌，我感觉距离我们无敌还差着点时间。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破败呀、啊，跟这个孤立无援，打得我还是比较疼的。出石像鬼，石像鬼也没办法无敌，石像鬼就只是变大一点，怎么能无敌一点？虚区高的同时，我们还特别的幼。小龙，往这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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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立！刺儿，吃。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起立，杀轮子吗？杀这种有虚区的，起立，沉默，给我杀狗头人，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行呗，能不能有点虚区？怎么的刀锋？刀锋很狂妄啊！我先杀的螳螂，扶起来。啊，原来俺们家是四打五啊。这刀锋这么猛吗？一会儿把刀锋吃了啊，别人不吃了。先吃个小龙，我日我都吃。小龙根本不足为惧。我说实话啊，这石像鬼确实是没什么用。要想换的话，一会儿把这个冰心儿给他换了，不行。蓝应该是够，冰心儿是二十减吸力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乐。你们打大龙，我去吃刀锋。刺儿沉默，刺儿起立，快跑！怎么人这么多呢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呀、啊！我的天！等会儿我回点血。差一级，差一级七千血，我杀！哎，杀杀杀杀杀！起立！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
刺儿体力吃，我都有点卡了。哎呦，我好卡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你们卡没卡，反正我这有点卡。体力刺儿沉默，这玩意儿怎么还赖军呆瑞了呢？怎么死了？我靠，这玩意儿1000块钱。起刺儿，我是没学大招吗？怎么才5000多滴血呀？为什么血这么少啊？哎呀，你还敢戳我！起来，还烧不着？我没吃小兵，我吃小兵跟吃人一样的成。变大，好贵呀、啊！而且感觉有点小啊。小兵还差房子，哎，怎么7000血了呢？啊、哦，回家出狂徒了！上长拿，给我追，兄弟们，给我追，给我追，追！踩住我！你往哪跑？玩俩的买一个。把冰心卖了，换个板甲，给一个5580的护盾。为啥别换呢？可以换，这为啥不换啊？20秒，哎，这怎么有黄子呢？起立，我给他沉默，起立 ，QE， 刺儿，我下来吧，吃，刺儿，起立，沉默。演员我想就看看俺们能不能到那20层。我变小了，我决定再变大一点。我变小了，我得回家变大一些。然后我把这皮鞋给卖了哈，我还能变大一点。我把这皮鞋卖了一会儿。
对了，把皮鞋给卖了，换那个王者白甲，刚才换错了，我还能吃最后一层小兵。7800。狗头鹰搁下路呢，打大龙。起立，沉默。说实话，我电脑有点一卡一卡的，够不够啊？770不够，好像。差多少钱？我看看啊，这个是差体力，我气儿，我大不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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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起立，我气儿，沉默，气儿，气儿。起来！我大不大？我大不大？我大不大？看来皇子已经知道我们的大了。